分开离一级，看看十里红钢城，愿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好，那咱们上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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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，一个是有两点吧，一点有点激动，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任务回家了；另外一点呢，觉得武汉真的挺难的，但是我们国家都扛过去了，武汉人民真的很英雄。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，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首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觉有你世界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世